ちゃ有小蜘蛛，早安。小小小小的蜘蛛，谢谢后影的初初你，谢谢吉米桌的和你在一起，看一下。特效吗？你要我再尝试一次吗？我已经没有动它，因为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好。看起来是没有耶，因为我现在按也是没有。大家，你们的初初你们吃掉了。楽しかったです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ハセさん吃掉对啊，就叫你们去上诉一下，因为我已经，我觉得我问他，他一定会说是我网络的问题，但就没有，我其他都下载的下来，就他下载不下。你看那个七夕的时候，这个也是马上就可以用了，那请问为什么不行？为什么他不行？谢谢七月的告白气球，你看这个都下载的下来了，请问为什么只有他下载不下来？可以告诉我吗？谢谢吉米做的和你在一起，看你的头像，对的。外套绿色制服要怎么称呼？这个我不知道，你们不是都叫他什么空姐？你就叫他 C 卷 C 卷制服。他就是要开灯吗？还是就不开？嘿，要开吗？这下没有做出来，下载前次，可是我按它，它就是一直在原路哎原地这样转圈圈。嘿，安安大家，嘿嗨。谢谢大家的礼物，啊，广告，大家晚安，晚餐吃了咖喱饭。
到刚刚没有，我睡到几点？睡到2点多吗？现在有西西罗的小雨滴。放什么？昨天的 Sakura 公演是昨天哦，好像过了很久。原来是昨天吗？昨天是 Reset 公演。因为 Reset 公演已经是前天的事，昨天吗？才昨天哦。晚安。昨天感觉我在休息啊。昨天我有跳了公演吗？确定不是前天跳的吗？我感觉已经过了一天了。昨天吗？昨天是公演吗？吃饭，对啊，吃饭是昨天吃的啊，我昨天吃完饭，对啊，感觉已经过了，感觉美穗应该是前天了，哈哈，我只记得我昨天吃了晚餐，然后就一直到晚上。晚餐前，昨天我不记得我在干嘛，我只记得我昨天好像在放假一样，我已经忘记，结束了当下，我就忘光了。没有印象。我真的不觉得 Reset 公演是昨天才结束，觉得好像是已经过了很久，结束后已经过了很久，不觉得过了很久。现在是8月，男友视角，男友视角，没有男友视角。8月16号，没有男友视角。什么叫做男友视角？嘴巴漏风，牙齿漏风，那个是林婷丽，不是我。我没有演啊。
我没有，我本来就没有要男友视角。我没有男友，我本来就没有打算要男友视角，我本来就做好这个交给另外三个人。从一开始就不打算这个是我要做的，从一开始我就是要让另外三个人做的。我就是帮他们想游戏这样子，然后我就是随意。没有想过要做，对，我只是提了个意，说要不要这样子，然后他们说好，我说那就交给你们咯。我记得本来的怎么说，本来的大纲，本来好像是什么来着，可爱五连拍的样子，本来是决定是这个东西。然后我就想说这个是要怎么聊。我想说这个好像有点难。所以我就改掉了，不是男友视角五连拍，就是五连拍这样，就是五连拍。主播自己去问，我问好啊，我问啊。五连拍，我本来当下听到这个的时候，我想说五连拍的话是要怎么样？一。2345，耶，结束了，换下一个人。12345，耶，下一位，来，开始。1 2 3 4 5，太棒了！来，最后一位，1 2 3 4 5，哇，大家都完成五连拍了耶！那好像后面还没有准备好，那我们就再次五连拍吧。你们想看这种 MC 吗？我个人是觉得我心不安。我心不安。想说这到底是要
是要怎么 MC？ 然后我就想说，绝对不能用那个题目，绝对不能用那个题目。然后就换，最大错误就是 MC 说错。哎，我真的是，我后来看你们说，我才知道什么，因为我本来我没有意识到我说了什么。然后结束之后，大家我就去看你们就是讨论什么，然后就看到你们说什么后台的表演好像准备的差不多了，是吗？我其实我忘记我说了什么，反正大家好像对这一句有很多问号，但我完全没有印象。后台后面的表演也准备的差不多了，我是这样讲的吗？后面的表演也准备的差不多了，很怪吗？是我国文有问题吗？是我国文有问题吗？后面的表演，对啊，接下来的表演准备的差不多了，不是吗？不是吗？后面的表演准备的差不多了，会很怪吗？后面的表演也准备的差不多了，所以感觉后台也在表演。哦，后面的表演也准备的差不多了，是要这样讲是吗？后面的表演也差不多了。反正我只是想要表达，接下来的表演准备的差不多了。原来这个话听起来很奇怪吗？我完全不觉得很奇怪，所以我根本没有印象。应该听得懂吧？神话大师，后面的表演差不多了，不是吗？后面的表演，对啊，准备的差不多，我没有讲准备。我只觉得蛮顺的。根本没注意到，可能你本来如果要讲这种话，你可能会跟我一样，就是少了准备。但是其实我们的意思是差不多的，反正意思其实差不多，不是讲错，是我们自己觉得很顺啊，我们自己觉得很顺，但可能其他人会觉得好像哪里怪怪。嗨嗨，晚安。还没看过哪个三雷手，我也觉得这个超奇怪的。我想说全雷打不就是已经到外面了，这样怎么接？全雷打就是已经接到飞到接不到的地方，是最好是接得到。晚上好。三雷手直接跑到观众席去捡什么？超人三雷手会飞就可以。
绝对接不到吧，全垒打绝对接不到吧，接得到就不叫全垒打。那只是客服还是叫你自己找？客服是要怎么找？因为我之前我记得我是怎么用来着，等一下哦，看一下。喂，我记得我之前是在哪里设定？我在设定的联络客服是吗？我在那边聊过。是吗？是那个地方吗？好吧，那我就再试一次哦。因为他不是我关掉之后他的聊天记录就会全部不见了，不是吗？他会记得我曾经问过他这个问题吗？会在吗？会在吗？还是手机？好吧，好吧。幸运，谢谢幸运四叶草。谢谢阿基拉的一封信，谢谢瑞龙的看好你哦。他要设法解决，好吧？他如果再叫我看网络问题，我就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回答了。想问林用什么牌子的定型喷雾？刘海怎么可以那么甜？这个呢？其实我那一天我还是剪了我的刘海，虽然大家都叫我不要剪，但是我真的觉得我不剪的话，我没有办法控制我的刘海，所以我就剪了。我那天真的是刘海跟眼睛、眼睫毛用很久，怎么说呢？这边吗？你先拿去，我剪的这里，但我觉得你们应该看不，我觉得你们应该看不出来，但是现在，它本来应该大概有这样吧，到这里，然后这么多，然后就把这边剪掉，这边，我没有看到这一根特别短，哼。看不出来，我也觉得你们看不出来，因为真的是很微小的那种，就是这样子，然后把这边剪掉，就是你知道吗？它会这样卡住，不是吗？然后本来有这么长一截，可是我就是剪掉了一点点，然后呢？我跟刘小琴那天有戴双，就是假的那种眼睫毛跟那种粘眼睫毛的胶，就跟他借的眼睫毛胶，粘了一点点在这边，这样子就这样压在脸上，然后它就会粘在你的皮肤上。会黏住，这样子，就先黏一个点，就黏一个点，黏在这边的上面这里，再黏在这里，所以这边是黏住的，这边是黏住的，因为我困扰的地方就是它这边如果掉下来，这边掉了的话，这边掉了的话就是到眼睛，所以我的。理想就是这边眼睛以上要顶着，这边要顶着，这边要黏住，这边要黏住，就是至少这边要黏住，这边以上要黏住，所以就这边黏了一个，这边黏了一个，就这样，我把它这样拿起来，
就拿起来，然后这样沾了一点那个胶，然后把它涂在这里，然后大概放一下，这样这样调整调整一下，调整一下，然后就先这样，这样，然后压着。鸭子等它黏住，等它下面至少黏住了嘛，这边黏住了，像这边呢就都还没嘛。然后因为我之前买过发胶，但我觉得那个没有很好用，所以我就公演那一天我没有用它。因为我彩排的时候我有用，但我彩排的时候不是说根本没有弄到嘛，只是根本没有用，所以我就正式的那一天我没有用我的发胶，我就去借了别人的发胶，然后粘了那个嘛双眼不对假睫毛的胶，然后先粘了这边，然后再去借那个发胶，然后把这里喷起来，这边喷起来，先喷起来，然后这边再喷一喷，然后要怎么测试呢？就是这样测试，看它会不会往下掉。这样测试，它现在不会掉的时候就差不多了。然后通常下面这个地方都还好，不太会有什么问题。这样的话，其实不太会吃到。往后面夹就不会吃到了，然后这边就喷一喷，这边也是喷一喷，然后这边也是喷一喷，这边也喷一喷，这里面也这样喷一喷，就这样喷在手上，喷在手上，用这里，用这边指腹这样，稍微轻轻的这样。调整，调整。我大概用我的刘海用了快30分钟了。对，通常有办法粘住，不然就是可能是发胶的问题。通常我们好像蛮常用那种银色的罐子，然后。红色的字吗？忘记了。对，它有一个随身可以携带的那种小小的，那个 OSS 应该是那个，不是 Gatsby， 所以应该是那个。这样，反正就是死命的喷，但也不能喷的，而且你一喷了就不能再用梳子梳了，所以你真的要确定哦，我就是现在这个样子。我绝对不会在动它的时候喷的。你这起码有撑到肚子，有撑到肚子，至少起码它已经不是粘在我额头，虽然它已经没有粘在我的额头上，但是它不会往前跑就好了。不会用到，不会用到一罐，一罐真的是太夸张了。流汗要怎么擦？流汗要怎么擦？我通常不会擦，我通常就只擦这边，我只擦我擦得到的地方，就这样擦，然后其他地方我就不管它了。通常它会自己干，所以没有关系，就是擦这边跟脖子后这边擦完就差不多。演出的时候演几场？对，我唱了两个趴，但是其实那安静的洗衣机，安静要多久才会旋转完毕？已经慢慢一星期，爱情里各种烦扰忧虑，一批一批全一股劲丢了进去。这边本来是我的趴，但后面那个趴本来不是我的，我忘记是谁的了。反正有一次，因为那个人不在，所以那个趴就变成我的。就会导致我唱了超长一整趴，我就觉得第二段主歌几乎都是我在唱，但是就他就一直都没有再改回来，所以就那我就一直我就唱了那两段。
对，那一 part 其实是蛮长，不是一句，是一 part。对，多到我觉得我已经是第二段主歌全部都唱。没有改回来就没有变，我不知道，老师没有改。我其实我有试过跟老师说，就是这里本来不是我的 part， 但他好像没有想要改的意思，就这样吧。有一怕声唱很明显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不知道、欸，因为真的就是有少人的话，就要换其他人去唱他的怕，不然就没有人唱他的怕。老实说，梦之中本来也是三个人唱第一个地句啊，但是。因为 Sakura 人本来就比较少，所以，曾经有三个人过，然后后来就变两个人，变三，本来是嘉颖吗？嘉颖我跟谁来着？吴绮慧，好像是这样，本来是这三个，然后嘉颖休息之后就变成阿潘。在那里，然后就变三个人了，然后后来阿潘又不在，我们就剩吴绮慧跟我，然后后面还有一段，我记得那一段本来也是三个人，我记得好像是我跟嘉颖跟阿潘吧，本来那一段是我们三个人唱，然后嘉颖不在了之后，就又变成我跟阿潘唱，然后阿潘不在了之后，就剩下我一个人。所以这一次是我跟张雨霖一起唱，第二段的主歌这样子。对，这一次是跟张雨霖一起，能力不错。上场编制以来。以我来讲，哪首改最多？我吗？梦之中换衣服，梦之中换衣服本来就是那样子啊。我自己先撕掉我的裙子，然后先把外套先撕一半，这样子，这样易云才撕得掉我的外套，才有办法比较快撕。刚刚有谁问我？刚刚本来要讲什么忘记？哪首改变最多？这个吗？我想一下，N 二 N 三换衣服，那个真的是我们自己的功劳，因为洗衣服真的就是真的在站在第一排，所以我根本不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事，所以直到。直到我跳完洗衣服转过去之后，我才想说，这边人呢？这样子我想说，人呢？怎么只有右边怎么只有一个人这样子？想说，我转过去的时候就是想说，这个是不是完蛋了？这样子，我的心里的 OS 转到背后。就是脑袋里跑了很多，为什么他不在？那怎么办？等一下衣服谁接？谁要帮我拿下去？是不是没救了？那就怎么办？没算了，那就我先自己脱这样子。那个举着的当下就想说，怎么办好呢？为什么？易云有发现吗？
要接我们两个人的衣服的那个人不在，那我们那时候练习是不是都有练跟没有练是一样的？算了，先脱就对了，就先脱，只好自己脱。还好我们两个人是有办法自己脱掉的人，有的人是需要帮他拿衣服的那个人帮他脱，不然他自己没有办法很顺的全部脱掉。所以还好我跟林允是有办法靠自己把那个衣服脱掉的人，所以至少我们有自己先脱掉。会卡住，你去看子萱，或你看左半边的人，左半边的人的后面那个人会帮他拉那个衣服，就是他先蹬脱转到上面，然后这样脱的时候，后面也会有一个人这样帮他拉那个衣服，这样把那个衣服拿下来，这样把那个衣服这样扯下来，然后出去这样子。所以我们在之前有练习过怎么样快速帮他把那件衣服脱下来这样子，不然的话会赶不上那个卡诺酒的前奏。所以呢，这好险我跟林依云至少是有办法自己一个人这样脱下来，不然我们的话应该会这样一直抖那个衣服，怎么办脱不下来，怎么办卡在手上。对，至少我们衣服没有卡在身上就好。抖，因为有最初练习的时候，最初衣服刚做好的时候就要练嘛，要练怎么快速换那个衣服，所以那时候就有在舞蹈教室练习过，你要怎么样赶快把你的衣服怎么顺利的脱下来，因为麦克风会卡到衣服，所以麦克风要记得换，不然你的麦克风就会跟着你的衣服一起被拖被拿走。这样子，这样子。然后之前练习就有那种，虽然你后面的人帮你扯了那个衣服，但你还是脱不掉的那种，就你们就可以体会到那个衣服究竟是很容易出错的一套衣服。就算尽管后面的那个人帮你再怎么扯，就是扯不掉你那一件外套，你就可以懂，真的是那个衣服，真的是只能靠自己。后面那个人想帮你拉也拉不下来，所以就是你真的是自己一定要拖到，至少要拖到八成，就是已经在这样手，他只要帮你。接过来就可以这样顺利的接过来的那种才是有办法。当你的衣服卡在这边的话，就会两个人那边嘿，卡住这样。还是拉不掉真的很紧，你不知道啊。但是有的人是例如说子萱好像是给原子组吗？所以我那时候彩排的时候就有听到他们的方法，好像是说叫子萱先撕开，然后双手伸直这样，怎么说？他双手就是这样伸直这样，然后不是衣服会卡在这边跟这边吗？他就伸直，然后他说原子组说他会这样。把它这样抽掉，然后走这样子，他是这么说的。然后想说，哦，这跟我以前画的都不太一样，我已经画的不是这样。我想，哦，原来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方法。哼，
这么说。就是他的意思是叫子轩的手不要卡住，所以放着，就是叫他伸直，他直接这样抽出来就好了，这样子，他是这样子说的。但我的话，我刚开始是小三美玲接我的衣服，我记得好像是这样。刚开始是小三美玲接我的，本来正常的话呢是一个人接一个人的衣服，但我们的人真的是太少了，所以就会导致有一个人要接两个人的衣服。那想当然就是第一个人绝对不能卡住，不然你第二个人绝对来不及，所以就是要很顺的接住两个人的衣服，然后下去。然后这次呢，我们既然是那个本来要接两个人的那个人不在，要接两个人的衣服的那个人不在，只剩下晨晨只要接一个人的衣服，但是因为那个要接两个人的衣服的那个人不在，所以他要接三个人的衣服。他接三个人的衣服，还好我们能自己脱，对，还好我们能自己脱，不然的话，晨晨应该没有办法帮我们，帮三个人这样扯那个衣服，所以最方便的是你自己有办法脱就有办法自己脱。小小年纪就承受了不该承受的呀，承承突然觉得工作反正真的是转过去的当下，真的是我说哇完蛋了，这个衣服要丢哪里？没有人帮我们捡了、啊。我本来没有打算，就是我本来不觉得承承会帮我们剪下去，我就是想说算了，我就是先丢到后面，应该会有人帮我收回去这样。因为我看 Daisy 的时候裙子掉在地上，但是后来有人回来剪，所以我想说应该会有那种状况，应该会有人回来剪，所以我就先把它丢到后面看谁会去剪它。反正我不知道交给谁啊，因为晨晨要帮另外一个人脱，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先丢到后面看谁要帮我剪了。跟我分享 reason， 你可以传在 IG 或是小盒子给我，我都看得到。通常往后丢真的会比较安全。对啊，往后丢。恭喜小林有意成为粉丝团一级会员。真的吗？什么真的吗？是不是失算？就是林雨没有发现他的裙子掉了。我发现那个裙子真的超容易掉的，超容易掉的。那个裙子，他的裙子，因为你是这样伸，怎么说呢？要怎么示范？要怎么示范？拿我的睡衣。呀、yeah ！太乱掉衣服了。这样子，我不是这样。晾完衣服，这样，这样晾完衣服，然后呢，要挂在手上，挂在这里，挂在左手，然后这边不是有麦克风吗？麦克风要拿什么好呢？麦克风要拿什么好呢？麦克风，手机，我记得好像是。好啦，手机会不会太大？
防晒。防晒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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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
手上，抱在手上，然后先撕开衣服，然后先拖到这边，拖到手肘，拖到手肘，然后这边先抽出来，这边抽出来之后，麦克风在这边先抽出来之后，换到右手，然后不是会到这边吗？然后就从这边跟着裙子一起这样，噔噔噔，哈，这样丢走它，然后再换回来，哒哒哒哒哒哒，这样子跳，哈哈，重点是过手，重点是过手，不过手肘的话真的是完蛋。裙子没东西固定放在手上，对对对，因为它挂在这边没挂好的话，你可能抽出去的那瞬间裙子就会滑掉，就会掉在地上，所以这个真的是要挂好，不然的话衣服抽出来的时候很容易会滑掉，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如果只挂这样，这边如果剩很多的话，就很容易会在你脱掉的时候，这个就会不见。所以最好的方法是这边要很多，要大概半半，一半一半。挂的时候要大概一半一半，但是你又没有那个时间去这样放好，就是没有时间放好，所以就是冷静放好脱。不然的话真的是这个很容易掉。因为真的很容易掉到那里去。谢谢和你在一起。谢谢知米粥。自己摸索出来的。当初因为有麦克风这件事很麻烦，就是你如果不换手的话，衣服就会抽不出来，因为袖子大概是这样子，袖子是这样。如果你拿着麦克风，就可能就抽不出来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一定要换手，它才可以从这边这样拉出来，然后再换回去，才可以继续跳你的舞。我每次我不担心脱不下来，我只担心我的裙子会掉，所以就折好放好撕掉。抖抖抖抖抖，虽然他本来是说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哼，就只能这样撕开而已。他是本来是说只能这样撕开，然后转到背面的时候才可以再拖到下面一点。但是我通常这个的时候，我就会想要把它弄到我的手肘一下，所以我就噔噔噔噔噔，一直抖这样，嘿嘿。转到后面的时候才可以差不多，不然的话，这样的话，如果我的衣服还在这边的话，我会心不安，所以我在抖，一定要抖到手肘一下，不然的话，一定会卡在我的手肘。
老师会教，老师不会特别教，老师不会特别，但是老师会让你练习，就是你说你没有试过的话，老师会说那你先穿衣服然后试看看。通常反正右边的人都蛮顺，左边的人特别卡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像刘晓晴就是他真的是顺利的几率有点小，所以在练习的时候，因为这一次婷丽要接两个人，接我跟林依云，所以我们这次就陪子萱，然后我们也有再练过一次，我跟易云跟谁，子萱还有小三美玲有特别在练过一次那个撕衣服的地方，然后就很顺嘛，因为我们反正我们就错过很多次，反正我们就是很顺，只是就是接的那个人要记得他要接两套，这样先接我的再去接林易云的，这样再走。对，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陪子萱练那个脱衣服的部分，所以就先就顺便练一下嘛，然后就很顺啊，所以就我还好，所以刘老师就说衣服借我，我试一下这样子，说哦好哦好哦，然后我的衣服就借他试，没想到那个要换衣服的竟然正式的时候不在，我在练习的时候练了那么多，他竟然不在。而且竟然还是洗衣服的时候，他直接把外套脱掉了。他怎么脱的？我都不知道他怎么脱的。裙子跟衣服脱的位置完全不一样，他怎么有办法把外套脱掉？我真的觉得很神奇，真的很神奇。裙子脱的地方是腰啊，外套脱的地方是胸前哎、欸，他怎么把胸前的地方脱掉？除非他没有粘好，不然的话，通常这个我怎么扯他都不会掉。荒谬。他跳热了，而且他还，他很早哎，洗衣服都还没结束，他就换了衣服。没有，那个魔鬼蛋其实很黏，它其实有四个魔鬼蛋，就是中间有一条两条，所以又有一条两条，它有四条魔鬼蛋，除非你四条都没有黏好，你只黏了外面那两条的话，我可能会理解你没有很容易掉，但有时候四条都粘得很紧的时候，就会撕，用蛮力在撕那个衣服，你知道吗？撕不掉，撕不掉，应该是太紧。其实本来给我们的时间是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就要打开那个衣服的那个外套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大概两秒，噔，一二三，大概三秒吗？一二三，就要打开那个外套。但这三秒要做的事情太多，你要先把你那个摊开的裙子先对折放在手肘上，然后要撕开那四条魔鬼毡，然后打开，然后还要至少要到肩下的，拖到肩下，这样才是完成第一个步骤，你知道吗？那个第一步骤
你要担心的事太多了。对折放好，而且他不是这样，就好了。他不是这样就可以好的东西，他是要这样才可以撕好，因为他这个是粘蛮紧的，他不是你这样一开就可以全部开，这样拉拉拉拉拉拉拉好几下才可以全部撕开，你知道吗？真是很难很难撕开。嗯，它其实中间有一个地方就是你手这样插进去，现在现在11的啾啾你哦，就是中间又插进去了。我如果觉得你如果力气够大的话，你就有办法一直撕开，但通常很难，就是它很不顺，它没有办法让你这么顺的一次从中间全部撕开，所以一定是先撕一点中间，再撕上面，最后再撕下面，才有办法全部开。圈就喷，因为它这边中间会拧一个，是肚子这边会再拧一个，然后侧边就是盖起来的最外侧会再拧一个，裙子的最外侧会再拧一个，然后再这样顺下去，所以它是这样，然后这边有一个月魔鬼毡，这个月魔鬼毡，这样整片魔鬼毡。彩排的时候还被老师说，那个衣服记得收衣服的那个人要，就是不要从先看清楚有没有掉在地上再走这样子，然后再再三强调说衣服看清楚没有掉在地上再回去这样子，结果竟然聆听力不在，竟然谁都没有想到收衣服的那个人会不在。什么都彩排了，就是没有想到他会直接吞完。嗯，晨晨已经尽力了，他确实是把三套衣服都收走了，但是真的没办法，因为林奕允也没发现他的那件裙子在他的脚下，直到晨晨已经走的时候，他才知道那个裙子在地上。我脱完我就要等等，所以我脱完我就算我看到那个裙子，我也来不及蹲下去帮他抽走那一条裙子，所以当我丢掉我的衣服的时候，就已经好像不能不接了，所以我就想说，然后就只能先跳了，就期望他没有拍那个裙底下裙，谁知道他竟然还是浪的，直到我们跳完。没有想到他竟然是完全是狼的，就是那个裙子一直在林依云的脚下，就是看得一清二楚。你没有互看，我们没有互看，因为我们如果互看的话，一定看得到我们在互看，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，我觉得我们想的东西应该是一样的，所以我们就什么都没有说，我们什么都没有说，我们就是很。感觉就是有种绝望的感觉。我觉得我们两个转过去的当下，应该就是眼神死，眼神死。
然后就好像是，因为我们跳完之后就换我前三个唱歌，然后他就走了嘛，所以他就把裙子丢到后面，他再走去下一个位置。突然觉得那个洗衣服的结尾很漫长，噔，怎么那么安静的那种感觉，就是有那种很奇怪的空气，那个时候的空气很奇怪，就是那个音乐一结束的空气真的是，噔，然后就开始疯狂换衣服。我们想说可能会像 Belfra 一样，就算裙子掉了，他可能就切一个近景，然后直到他再切回远景的时候，地上的裙子就已经不在了。我当下想说最好的方法就是他最好是切成近景，不要拍到地上那个裙子，等他捡回来的时候他再切回去就好。结果他竟然全部都是狼的，看得一清二楚，在淋雨的脚下，然后一直跳完，当舞蹈者的都还是狼的，完全是没有想要遮掉那个裙子的意思。我完全都没有想要遮掉那个裙子的意思。我跟你讲，因为我看 Daisy 的时候，就是啊，裙子掉了，怎么办？然后他就一直没有拉走。然后看到 Belfra 的时候，也是裙子掉了，但是呢，他就切成近景了，然后再切回来的时候，裙子就不见了。然后你说。哦，这个有进步这样。然后我正式的时候，我就想说，说不定希望他是像 Belfra 那样一样，就是先切去右左侧的那边的人的近景，或是全身也可以。你就先切去左边，先不要切右边，可以吗？结果后来回去看那个影片才知道，他竟然完全部都是浪的。就算没完算了，他都对没救了。看一下我们的危机群，你可以看到我一个人把那个衣服这样丢到后面，我确实有一个丢的动作。真的是，他前奏直到我们唱的。开始唱为止，它全部都是原景，那个至少应该有10秒吧。10秒，你可以看到那个裙子一直在地上。那个10秒，大家的。目光都在那个裙子上，还有一个地方吧，还有一个地方，梦之中吗？梦之中也是要脱外套跟裙子。然后就是那个外套，外套要全部脱掉，是我要全部脱掉，其他人可以去后面再脱，所以我一定要全部脱掉。所以就是有时候那个外套不是会撕两半嘛，然后有一半可能我脱掉了之后，就是我就是丢，然后就会有人帮我捡下
去。但有时候呢，假设你丢到一个地方，但是那个地方没有人去捡，那那个外套就会留在场上，所以丢的时候我都是往后丢，因为往后丢那些要往后走的人才看得到啊，有衣服在后面这样。你这样往前丢，通常在前面的那个人他收完后面他就转头就走了，他根本不知道前面还有一件。对，就是脱那衣服。所以后面有没有？就是不能丢在我的脚边，因为通常丢在脚边不会被发现，所以我就是尽可能的把我的外套往后面丢。是乱丢的吗？有大概分好，但是没有，好像没有特别说哦你要捡谁的，反正就是看到你就拿走，看到在地上你就拿走。也不是说往前丢，是最好是不要在那个你的附近，有些死角有的人没有看到。往后丢，我没有往后丢，反正我就是往下面丢。你说往前丢就要台下吗？晨晨没有来就趴着的。哦，然后梦之中，我这次我位置走错了，我本来应该要走在布丁的后面，但是。我可能是因为去撕林依云的衣服，然后林依云撕了我的衣服，我可能就往前走了吗？我就往前走了。当我转弯的时候，遇到布丁的时候，我就差点出车祸了。但他往里面走，所以我就想说，那我就往外走。所以，因为其实我本来是要往内里面走的，布丁是走外面，但是。当我发现我已经来不及往内走的时候，我就走外面。还好布丁没有想要跟我 S 型的 S 走的 S 型走位，就还好我们就这样顺顺的走过去。不然我们的话可能会那样，我如果当下想说啊不行，我要往里面走的话，我可能就会撞到，我就会撞到布丁。反正哦还好过了，还是当作没有事。所以大家应该。他如果有发现的话，就是其他组的话，正常都是你们的右边是哪一边？就是。最开头的部分，撕完衣服，我要走去左边的时候，正常的路线是我走后面，但我这是走了前面。我想布丁应该 OS 说我为什么是走前面，但我没有办法问，前面一撕完，我真的是。我真的是就是在地看地上啊，完全不知道我家在哪里，我家就是不知道我在哪里，然后就往左走，然后就走了两步就有已经太近了，就已经来不及那个改变路线了。反正我就理所当然，我就走了布丁的前面。还好他没有想要绕回正常的走法。
沉浸在意境中，也不是说沉浸在意境中，是可能是被撕衣服的当下，我可能往前走，当我转过来的时候，就不在那个道路上。但我走了第一步，因为其实很小，你知道吗？你走一步就已经快要面对面了，所以当你走了一步，就已经来不及更改那个路线。忘记公演是昨天，就是我昨天一结束之后，我就什么都忘了，我就什么都忘了，尤其是吃完饭之后，就好像公演已经过了一天的那个感觉，我已经忘记下午的事。小慧兄，你是谁？哪个？你说在一起就在一起那个吗？那个不是说好的，那个不是说好的。嗯，早餐是吃什么？培根什么？培根起司专家吗？不是你压回去吗？对啊，啊不然嘞，不然嘞，什么时候开始练？不知道哎，就久而久之就有那个吧。我没有想到他会问啊，我没有想到他会说，他会说这一句。我本来就是要叫他再一提啊，就是再说一个提示嘛。我没有想到他会说，你说再一提就再一提。我说啊，不然呢？我不然呢？你不要给我再提啊，好啊，你就不要再一提啊。我当下的想法就是啊，不然呢？啊，不然呢？怎么？啊，现在就讨论吧。你不给我新的，我是要怎么讨论？私底下也行，私底下也差不多吧，也差不多吧。不然人家问你们要怎么回答，不然你们要怎么回答？只是单纯那一句话是我回他，不然的话正常应该大家都会这样回吧，只是刚好回的人是我而已。不然嘞？不然大家会怎么回？你说在一起就在一起吗？你们会怎么回？你们会怎么回？你是能怎么回？不然嘞？不然嘞？是人的问题吗？我觉得应该是很自然。如果是刘雅琴回答，如果刘雅琴跟吴奇慧说在一起，吴奇慧如果跟刘雅琴说，你说在一起就在一起吗？刘小琴会回他什么？刘雅琴会回他什么？感觉会说一下。哦，刘小琴的话，感觉可能会。我会考虑一下，是吗？
感觉是。大家都是小气。不知道，我当下就是想说，你就想给我讲下一个，不然你是想要干嘛？想要我回答你什么？你有第三个特质，你有没有第三个特质？什么叫做第三个特质？你有吓到吗？他突然转过来说：“哦，我好想哭。”我说：“你哭干嘛？为什么要哭？突然？”我说：“你突然哭，这个时候。”他说：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好感动哦。”我就说：“你认真，你现在要哭。”因为第三个，我说我没有第三个关键词，第三个我也想不到什么第三个关键词。这些电视对啊，他转过来的第一句是说：“我好想哭哦。”我说。这么突然吗？然后我就开始笑，彩蛋没有，本来彩蛋就是三个人。因为谢幕的时候，就是说，就大家都去跟镜头玩嘛。反正我就是玩完，然后我就去后面晃了，然后他们就突然说要跑圈圈，然后我就过去一起跑圈圈啊，我就一起跑完之后就他们就继续跟镜头玩嘛，然后我就在后面晃，我就在后面晃，然后就看到刘雅琴，就看到刘雅琴也进不去那个镜头里面，所以我就去找刘雅琴。但是我只有两个，这我就不知道了，你不要问我。两个变，我想说就给其他人去找镜头。我想说我刚刚有去过，应该就不用再过去了。进不去镜头再哭。方方是已经等下班，因为我想说，我刚刚已经去镜头那边嗨过了，我想说就不用再过去。看着你拖着哭的小，不是有人哭，不就是要找地方拍吗？就是要被拍到。万一他不相信，到时候才有证据啊！是不是表情有哭这样？但大家都不知道，我要让大家都知道，让大家都知道他有偷哭这样，不能没有人发现。哭了没拍到就是白哭了，都哭了怎么可以没被拍到？都哭了当然要被拍到啊！哈哈哈。他哭的时候就说：“你要紧要过来！”我帮他宣传，我帮他宣传。他哭了，大家快点过来！他要哭了，他要流浪金要哭了。然后原子组就开始说什么“头目要哭了，头目要哭了”，然后就越来越多人说什么“流浪金要哭了”，然后就大家全部聚过来。然后那个摄影机就过来了。突然他在后面哭，又没有人发现，我只能喊一喊，才会有人知道啊。突然，
都是祖祖的歌。因为祖祖听到，所以大家才听到他说的。声优的部分吗？是想找你下班，摄影师你在撤，可以撤了这样子，大家就死不走，拜拜，撤，大概有三个人这样，回去进去，然后拜拜，我觉得他应该已经晃到那个摄影机，应该已经是这样子。应该是同一个人。阻止他拿麦克风。第一次压左腿。可能是因为其他组没有被说可以玩久一点，是本来是说就是最后打完招呼，跟那个游击先说玩一玩就可以回去了这样子，他本来是怎么说的？但我们得知到的消息是，你就玩，玩到我们叫你们走的时候再走，所以我就想说。所以在他说要走之前我都不能走的那种感觉，所以我才打完招呼我就一直在后面绕圈圈，我想说我在想说什么时候家属业配完就下班回马枪。反正他就是说，我想说他的意思应该是说，在我说你们可以离场之前，你们都不能离场。我理解的应该是这样子，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先进去。就刚好抓到后面偷水，对，我前面，回来，拜拜。然后就进去晃了个两三次之后，就不是其他人还在晃嘛，我就想说，可能他们刚刚前面没有拍到啊，就都交给他，然后就去后面晃，然后就又被抓去绕圈圈，然后就顺便跟他们绕圈圈，然后绕完之后，想说差不多啦，就是绕完之后我就绕到边边嘛，然后剩下的人就结束那个圈圈之后，就继续跟那个摄影师玩。然后就在旁边等待啊，然后就看到落单的刘小琪，然后那个时候摄影机就一直在拍旁边的人嘛，然后我们就在旁边，我就在旁边开始笑刘小琪。因为他很想哭，然后就一直在旁边笑他。那个时候的话，应该摄影机都在旁边拍其他人。然后发现摄影师好像他想要离开那一群人的时候。就已经宣传的差不多了，所以他就跑过来拍刘少卿。误打误撞。我
再去后仰。因为我本来就是擅长会走的比走会下班下的比较快的人，我就是确定了我三个地方，就是侧边、侧席、前排、山顶都打完招呼，我确定我都打完招呼，我就直接下班的人。我是这种，我不会等到就是走，不行了，已经差不多一定要走了的那种时候。不会待到那个时候，我是反正我打完招呼，我就是回去。我又不是没有打招呼，我是真的有打招呼，然后就下班了。我想说，我如果侧席，然后前排，然后山顶都打完招呼了，然后又去一次侧席。再打一次招呼，我可能如果我是观众的话，我就想说你干嘛来两次这样子，你干嘛要跟我掰两次这样子？所以我的想法是这样，所以我就想说，我跟他再见过了之后，我就不要再回去再跟他再见一次。反正我刚刚那个人不是跟我打招呼过，所以我就想说。我怕大家可能会这样，所以我就先走。要多次，跟你们多掰几次，我不要啊。走第二次全都要第二次，不然走什么？对啊，我觉得反正我掰完我就是先下去，我掰完就会先下去，因为台上有很多人啊，所以反正就是其他人在另外一边的时候，我就先去另外一边跟其他人说这样，然后说完之后，反正就哪里人多，我就那个地方最后再去，我就是先去人少的地方。赶下班偶像，也是可以是这样说，有些人来几次都行，我怕时间会拖太长，所以我就很早就走了。其实我也没有算很早就走，我真的是很缓慢哦。但是我真的是其他人真的是掰太久了，所以才会显得好像我走得很快。我通常回到后台的时候，我就会发现，哎，好像怎么只有一两个人，没有什么人回来。我说我不是已经在外面晃很久了吗？怎么还没有人回来？你们走之前可以一直玩，我听到我就觉得哦，那应该是说在他还没有说可以走之前都不能下去，不然他如果没有加这一句的话，我可能真的玩完两三次我就会下去。谁通常最后回来？我不知道谁通常是最后回来，因为反正我一进去我就直接换，我就直接开始换，所以我根本不知道谁是最后回来。我接下去就没有小心酷酷的镜头，下班悠闲。我上班的时候，我们要一起去乌梅的时候，就不是一起坐车去嘛，然后那个时候就是集合嘛，然后就差不多要搭车的时候，姐姐就说，嗯，
那差不多了，我们要差不多准备收拾，然后要出去。然后我就拿着我的包，然后走到门口，然后吴婉玲就在后面跟我讲说：“为什么你每次都走第一个？”我说：“没有为什么，我就是想要走第一个啊。”他说：“你是不是每次都走第一个先走？”我说：“对啊。我说对啊，因为对啊，我都第一。”他说。那如果其他人比你更早走呢？我说那我就会插队，我会走到他前面。我说那我就会走到他前面了。去直接跑那个，我是那种大家都还没有走出来，反正我就先去按电梯。反正谁来，我就是我管他们出来了没，反正我就是先去按电梯。姐姐就说：“嗯，差不多了，我们准备东西收拾，我们要差不多要出发喽。”我就好，那就不管就走，我不管他有没有跟上，反正我就是先走，我这样走，连想要等的。心情都没有，反正我就是直接走出去大门口，然后按电梯，然后可能他们其他人还在收拾，反正我就是按了电梯，然后电梯来了，我就是先进去，然后按那个电梯，然后开一只门这样子，然后就这样开着门，然后滑手机，开手机滑手机这样，反正我是没有差，他们慢我没有关系，我只是想说。我就先出去嘛，反正先出去没有什么坏处啊，我就先出去，所以我就先出去，然后就按着电梯，就这样。不想对，因为不用带太多东西，收拾就比较快啊，所以通常就很快。第一个出电梯，对，第一个出电梯。他要急着要去哪？英祖还是没红灯？对，英祖还是没有红灯。对，没有红灯这种东西。老师说你就是，反正你站在第一排，你不管怎样，你就是看特写那一台就对了。我们就哦好。你说副歌的时候第一排也是不要看前面，你就看特写那台。哦好，这样子。你如果觉得你很容易，应该这个位置很容易被拍到的话，你就看特写那台。好，所以就是从头到尾都是看特写那一台。常看旁边，可能是因为我们知道了 Daisy 跟 Deva 看游击的使用率不大，所以大家比较少看侧边。我们得到的结论叫做，就算你在侧边，当你在唱的时候，你就是看特写那一台，你就是不要看那个侧边侧，就是在跑的那一台。谢谢查查的看好你哦。后来有检讨过了吧，反正就是我们觉得这样是最好的。那个王逆转王子也是，我们本来彩排的时候是想说我们要看游击那一台这样子，我们彩排的时候是说好看游击那一台，找最后只游击那一台，然后直到看了 Daisy 跟 Bellevall他们都是切远景的时候，我就决定了，
我们不要只游击队的，我们只正前方。我知道，反正他只要有进来，当然就是看他；但他没有进来的话，就是不理他。自己买的，我们看的是自己买的，没有错。但是有抓到，因为想说他应该真的是有在拍吧，这样子。的感觉。游戏靠近，对啊，他靠近了。就是你有一个余光感受到他从右侧切过来，从左侧切过来，他开始要跑的那个时候，就是看他的时候。一张王子除了一个主机没抓到，其他都完了。他有时候会由下往上拍的时候，那个眼睛其实很难往下看，或是当你已经转头的时候，他突然游过来的时候，就真的没有办法。谢谢周的小雨滴，好多小雨滴。刷领牌，游过来，游动的摄影师，游过来。现在包子滋滋旅游，梦之中，我们说梦之中的时候，是不是他根本连动都没有动？他有在动吗？我只知道他好像应该都是放在地上。他应该不敢走进来，因为他要叫他记这个时候谁唱就已经很难了，他当然不会知道这个时候的舞蹈动作是什么，所以他可能很怕突然就开始出拳。沉重吗？好不容易跑到唱的人面前，就会换下一个人唱。对，当有一个人开始唱的时候，他才打算走过去的时候，我就会想说，可是他快唱完了哎、欸，我的脑袋就是想说。可是他快唱完了，你现在过去已经来不及了。然后就会看到他放弃，他跑过去之后，他就放弃去找下一个人唱的那个人。
刷得很，反正我的脑子里就是不管怎样，我就是看特写。我几乎整场我几乎都看特写，除非我在左侧，我真的斜眼看眼睛很痛，所以我就不会特别看，或是我就干脆直接整颗头转过去。导播就催人。我记，就是通常只有在左侧的时候吧。我才会对那个游击有反应，或是在中间的时候，因为在中间的时候，当你看到游击，就是他一定会用他的，就有99%会用，有1%是就是刚好没有接到。通常有99%，他只要走到中间就是他的画面，所以那就是可能会有那个1%的意外。被游击吓到过，有时候他太近的时候，或是因为会意识要看他的镜头，但这个舞蹈动作一定要转头或是要转身的时候，就很容易会就是精神错乱。明显开屏，就是。几乎啦，几乎一定是他，但是就是会有意外。对，但有时候意识到这个应该没有办法的时候，就会放弃那个镜头，你知道吗？固定了没有固定，没有的。他想怎么做，就是看他的心情，看他的心情。毕竟彩排的时候跟他正式走的不太一抠声出来，音乐很清楚。不会啊，就跟彩排是差不多的感觉，跟平常练习是差不多的感觉，没有什么违和感。嗯。谢谢 CKUNK 的告白气球。没有固定一下，对。他也很难记彩排怎么样了，毕竟有三组的位置都不一样，所以他真的应该也是很难记。对，应该是你们比较有差吧，
你们听到的通常都是有抠声的，因为有影片也是有抠的，所以你们应该很少听到纯音乐版。纯音乐版还可以听那个有后面什么那种奇怪的和声的。的紫仆的守护灵，谢谢空叶的戳戳你，戳戳你。但还是希望有现场，但我不太希望，我很怕，有线上也有线下的话，那到底要不要看镜头？不看镜头吗？那应该就不会有游击了吧？如果有线下，如果现场有观众的话，应该不会有游击先生、圣远景这样子，圣远景跟特写。远景有地方放吗？如果有观众的话，那时候感觉很困难。镜头，对啊，镜头好像远景那台应该在正中间吧，正中间，但特写镜头是在 A 台，就柱子旁边那里吧。特写那一台应该是不会挡到，但是远景可能会就是插在那个座位中间的。可能会挥荧光棒，会不会有影响？我也不是很清楚。柱子旁，好像是在 A 牌那边吧？好像没有很高，应该就是在 A 牌那边。柱子，我觉得它蛮斜的，那个特写机，所以眼睛完全就是这样子的感觉啊，就是大概在这个地方的。收音倒是问题，收音吗？不知道。
因为麦的比率都蛮大的。我们的话应该有开比较大吧。很多菜很傻。穿很傻，现在的吉米做的和你在一起，和你一起，不一样的享受。通常自己在喊的时候会听不到外面，所以今天也是准时下班，应该是我嗨，我觉得我应该已经把能看的 report 都看完了，能看的心得。谢谢空夜的戳戳你。会想吃的。谢谢 FunPlay 的戳戳你，谢谢大家戳戳你1000个了，还愿意送我戳戳你，哈哈。火锅吗？因为我其实吃不太下东西的时候，我都是吃火锅，因为吃火锅可以不用吃主食，哈哈。不需要吃饭或吃面，所以火锅对我来说非常的友善。说说你效果好。我那天就吃了早餐一半。然后能量饮吃一点，喝一点，然后没有吃中午的便当，然后到结束，把那个早餐吃完，而且还是很饱，把那个早餐是已经是好饱这样的状态吃完那个早餐，然后。才晚上才去吃那个大户屋，对，我连便当打开来看都没有打开，哈哈哈，是不是？好像这次没有什么时间，然后就突然就开始了，突然就一点了这样子的感觉，感觉什么都还没准备好就开始了。现在才11的啾啾你哦，我的早餐是什么？一杯
一杯什么奶茶，跟那个钻鸭。林依云都没吃饼干，他好像有吃一点吗？便当谁？我最后给了妮妮，我最后把那个便当完整的给了妮妮，因为我说我带回去我不会，我带回去我也不会吃，所以带回去是个困扰。他说他可以带回去给他家人吃，所以我说那就给你带回去。谢谢，掌声鼓励。鼓励鼓励，带回去还能吃吗？听说是还能，因为他说他之前也有带回去。反正我就是大概早上9点多吃早餐，然后吃了一半就把那个放回去我的包包，然后就去乌梅，然后就把它放在休息室，这样子把它摆在那个化妆台的桌上，这样子就放在那里。本来是想说可能中午肚子饿的时候可以吃。但完全就是完全不知道中午是什么时候，反正他就突然就开始说啊，差不多拿麦准备了，然后我就在那个后台，然后想说为什么好像没有做什么，突然就开始了，说我好像什么都还没有准备好，怎么突然就开始了。然后那时候在后台就一直这样，突然就开始了。我还在想说我刚刚在干嘛，为什么现在已经在放 overture 了。然后出场的时候 reset 出场的时候站在那里想说怎么这么快，真的开始了，真的要开始了。我觉得 OS 就是真的要开始了是吗？站在那里的当下真的要开始了吗？真的一点了吗？真的一点了吗？怎么那么快，有多不可思议，超不可思议的、啊、怎么说，以前就感觉好像就是彩排完可以混一阵时间，然后慢慢来然后开始这样子。但这次完全不知道为什么就想说怎么已经站在这里了。我昨天的时间走怪怪的，昨天我也不是很懂，就我还有听到原子竹说12点了还有一个小时，我也有听到这个还有一个小时，但那个一小时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没了，就突然就开始，我想说是不是还有一个小时吗？怎么这么突然？这么突然？对。我也是拿了便当，我就拿了便当，然后我就开始弄头发，然后绑好头发，换衣服，
换衣服，然后就说十二点半前要换好，十二点半前就换好了，对，我就换好了，我就换好了，然后就突然就开始突然就开始，不是要先广播还有前奏？对啊，我有印象刘晓晴有广播啊，我有印象前奏在表演啊然后就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后台换了很多人，所以变得比较慌张，变得比较就是比较着急嘛，大家都很紧张的那种感觉，然后就突然前奏大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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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时候就准备好了就出来，然后我就很早就站在外面，我想说真的要开始了，真的要开始了的那种感觉，就明明前奏还没结束，然后就已经站在外面，就是讲就想说真的要开始了，真的要开始了。不然的平常的话都是前座，反正前座在表演嘛，然后就是在后台，在后台就是在撑个一两分钟，等前座唱完 overture 开始放我再出去这样子。通常我都是待到 overture 我再出去，但是这次可能就是大家怕出错，所以柠檬开始前奏就已经被叫出去了，所以就会站在那边想说为什么今天特别早的那种感觉，为什么今天好像这么早就开始，还好我有先就是先化好妆再去公司，万一这个速度完全不知道我来不来得及，就是莫名其妙就已经要开始了，就我就觉得我什么都还没准备好，我觉得我什么都还没准备好就开始，就是因为我妆其实很早就化好了，所以我会觉得我好像还没有补妆，还没有画好的那种感觉。化妆花多少？一个小时吧。然后眼妆什么的，就是后面再说。眼睛什么的，眼睫毛跟眼线是到的时候才画。其实我在后台是一个很悠哉的人，其实回想起来我在后台是一个很悠哉的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我太悠哉了，所以那个时间才莫名其妙就结束了，真的是很缓慢欸，慢慢的看我的刘海怎么样，慢慢的想一下要不要剪，那就剪一下吧，那就去剪一下刘海，然后开始烫刘海，然后再犹豫一下，然后开始绑头发，绑完之后再犹豫一下，不想卷头发，然后就好卷头发，然后就开始卷头发，卷完头发就想说要喷发胶。然后就又去隔壁借了发胶，然后喷了一下发胶这样子，然后慢慢的换衣服，
换那个里面的那一件，这样换一换，然后孩子换一半就先去上厕所，死不穿好，死不穿完，然后就先换一半，换一半，然后晃一晃，说啊、哦，等一下要拍照，然后就晃一晃。晃一晃，然后差不多要出去拍照的时候，再把外套穿上去，然后去拍个照。拍完照之后就再晃回来，然后把外套穿上去，这样子穿上去，然后再晃一晃，再晃一晃，然后晃完之后就差不多。刘雅琴要出去广播，然后就想说，啊，刘雅琴要出去广播，那是不是快开始？才开始想我的 NC 自我介绍要讲什么。好的，对了 ，NC 还没有想自我介绍要讲什么，顺一下这样子，顺一下，然后就开始顺 NC。完之后就是，然后准备要出来了，怎么这么快就要出去？然后我就出去站在那边。都在飘，对，我都在晃，我的脑袋没有在动，就是我一直走来走去啊，我没有办法坐在那里。我虽然我跟你们说我开场前会看手机，但我这是完全没有时间看手机，我真的是一直在后台晃。当我想要看手机的时候，就已经被叫出去了，所以就好吧，我就还很勉强的拍了几张照。我的那个照片是在开场前没。几分钟，就是已经说好了就出来，然后大家就已经出去要准备要拿麦克风，然后在检查那个衣服的时候，我就在里面这样拍了几张照片，然后充电就出去了，然后就开始了这样子，大概是这样。下午1:01，下午1:01的时候，拍了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拍了7张照片，然后我就拿来麦克风，然后就开始站在后面。但是我已经发完了。我已经发完了，对，所以刚刚想说啊，我还没有拍照，然后就拍了7张，想说嗯，差不多，差充电，然后我就出去了。压线长，对啊，但其实那个不算压线吧，我平常都 overshoot 才出去的。overshoot 还有1分钟，我通常都是游荡到1分钟再出去。我不想要很早站在那个后面，觉得很可怕。所以你先晃的时间，人手吧，人手不足。
怕那个怕会出错。最晚上班，我也没有说是最晚上班，我只是觉得还有时间。还有时间，为什么要那么早站在那里？应该是没有问题。还有时间，我要挣扎到最后。通常我都是在 overshoot 的时候开始挣扎，我不想这么快就是去准备，我不想要这么快就准备。通常在 overshoot 的时候，就是我全身最不舒服的时候，我全身最不舒服的时候叫做开场前。还有十分钟，为什么要先到现场的？对，我最不喜欢的时间就是在后台准备的时间。我不喜欢站在后台准备，我喜欢到真的不行的时候我再去准备的那种感觉。NC 二的时候也是，虽然我换完衣服。但我真的很不想出去，很不想出去，我就一直站在那个后面，就是现在的沙发在跳的时候，一直站在后面。怎么办 ？NC 二怎么办？怎么办 ？NC 二 NC 二要讲什么？怎么办？你们我等一下忘记讲什么，你们要救我。我等一下忘记什么，你们要救我。我真的觉得太可怕了，我真的不想，好不想上去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要结束了，现在的沙发要结束了，怎么办？还是要开始了，要开始了，真的那种感觉。对，放在后台的时候是我最厌世的时候，后台是我最厌世的时候。拼图结束的时候，不是有那个过程，就 uncle 的时间， uncle 的时间也是。我等一下最后要讲什么？聊天室要怎么办？聊天室要讲什么？聊天室会不会很可怕？我是不是要再看一下我要讲什么？还有八分钟，他们一直在找我的袜子，我的袜子在哪里？还是我就先穿一双，我就只穿了一只袜子。就是我的袜子里面，本来是想要再穿我的袜子，但是我失去了一只袜子，所以我的袜子里面有一只脚是有袜子，一只脚是没有袜子。这也想说，好吧，那我就先这样，我就上去。我找不到我的袜子，我不知道我的袜子在哪里。这是一个，对，这次的事，我几乎每次都会这样子啊，就是在那个星空的错误的那个西夏的那个袜子的里面再穿一个短袜。生日快乐，班长，崔敏涵的班长。看怎么完全看不出来这么多内心戏。我在后台的时候，真的是很喜欢碎碎念，
后来袜子有找到。可是因为穿拼图的时候里面不能穿袜子，所以到拼图的时候会把袜子脱掉，然后要再换回去啊，所以我就会想要把我的袜子穿回去，再穿那个袜子。但我就找不到那一只袜子，所以我就只好有一只有穿，一只没有穿。然后跳完之后回来之后再继续找我的袜子，然后最后才找到我的袜子。碎碎念都在念什么？碎碎念都在念，那要开始了，还有四首歌这样子之类的。NC 2要讲什么这样子？角落，就可能姐姐有找到，就放在一个地方。她说：“你的袜子有在那里吗？”我说：“哦，有哎、欸，就找到了。”一直在碎碎念。这个好像前四啊，自我介绍完下台之后。要换逆转的王服的衣服的时候，就换衣服嘛。然后那个时候好像已经跳到，制服好像刚跳完了吧？制服好像刚跳完，然后奇迹要开始跳的时候，还没有戴帽子。然后就先换好衣服，然后鞋子就先套进去，然后再进去给那个弄头发的老师帮我别那个帽子，然后就沿路一直说还有一首歌，还有一首歌，还有一首歌，没关系，还有一首歌，一直跟我一直自言自语，一直跟自己自言自语。然后也是跳完逆转王子的时候再换独自猪的衣服，然后也是一直再换亲吻再跳嘛，然后亲吻跳完的时候不是沙发吗，然后可能换的差不多，然后可能老师也很紧张，就是怕来不及，所以他们就帮我拆那个帽子的饰品，我就一直慢慢来说，还有一首歌，还有一首歌，还有一首歌，没关系，还有一首歌 ，NC 2 OK， 等一下是 NC 2 还有一首歌，然后一直自己跟自己在对 NC， 自己跟自己说，等一下呢，就是先讲，他先讲歌名，然后自我介绍之后讲主题，主题讲完之后讲规则之后就开始之后会不会不够，会不会不够，应该不会不够，应该不会不够，应该够，应该够，如果不够要怎么办？应该够，应该够。不够的话就再说，就对，大家演慢一点，演慢一点，就交给刘家这样子。我一直在跟二期生碎碎念，会不会不够？会不会不够？会不会要？会不会我们讲太快？时间会不会不够？我如果忘记怎么办？我如果忘记怎么办？你们要提醒我吗？我如果忘记怎么办？大概是这样子，然后 NC 3的时候，要换拼图嘛，然后我们就换拼图，然后就站在外面嘛，然后我就说没关系 ，NC 4
我没有什么话要讲这样子。然后吴奇威就看着我说，不行，你有话要讲，你要讲话。我说没关系 ，N 四我没有什么话要讲。没关系 ，N 四我不需要讲话 ，N 四不需要讲话，不需对他不需要讲什么话。他说：“不行，你要讲话，你要讲话。”我说：“没有，这次交给吴奇辉就好，我不用讲话。”大概是这样子。然后呢？然后就是 uncle 嘛。反正 uncle 就早早换完，我就一直蹲在外面，我就蹲在那个准备的那个地方，我就一直蹲在那里。我们还有三首歌，还有三首歌，然后就蹲在那边，然后等待大家换好衣服，蹲在那边。还有三首歌，然后那个时候大概就是脑袋都是空白，我就是。蹲在那里，蹲在那边，然后姐姐还要拿那个手电筒说后面那个是谁，后面那个是谁，我说哦是林玉这样子，蹲在那边，等待要开始，等待什么时候开始？我没有蹲在角落，我是蹲在那个门口，蹲在门口那里。因为我是星空最后一个跑的，所以我就先蹲在最后，就是先预留前面的人的位置，就先蹲在门口那边，就蹲着。然后等待时间经过这样，好像不会，那里有灯所以还好，但因为大家都还没好，所以我就是也只能蹲在那边，因为对蹲着比较接近地板，就感觉自己在地上的那种感觉。然后我想想检查，我检查完了，我就蹲在地上。就是我觉得，因为有时候可能你会觉得自己没有重心不稳，你知道吗？有时候会觉得重心不稳，所以要蹲在地上，感觉比较找得到自己的重心，就是蹲着这样子。不然我有点脚没有重量，我不知道我的脚在哪里，不知道我的脚。其实我跳拼图的时候，我就一直找不到我的脚在哪里，我的脚一直在我，所以我开场大多数我都会蹲在地上，我在寻找我的脚，我的脚的重量，我找不到我的脚，脚在哪里？会就是。蹲着的话，脚会比较有力，不是吗？蹲着的话，脚会比较有力。没有袜子，可能也是有关系吧。脚踝没有支柱。这就是在地板，跟地板就是相处一下。蹲着脚比较酸，是蛮酸的啦，但是就是还是想蹲着，因为站着会自己不知道自己在哪里，我站着我会晃来晃去，所以我还是坐蹲着，我站着我会不知道我在哪里，所以我要蹲着，蹲着才会知道我在哪里，蹲着我才会确定我现在没有在晃，你知道吗？没有晃。不会有种站着的时候，可能，
怎么说？站着的时候不会，有时候会觉得可能左脚比较长，右脚比较短，就那种感觉，不会有这种感觉。我会常常会觉得，好像就会也会往另外一边，会斜另外一边，然后左右晃，所以要蹲着。我的魂都在天上，我的魂都在天上。我要靠那个墙壁支撑我，墙壁。我很常会面壁，面壁。我要找回自我，开场前，开场前要找回自我。所以通常偶尔去的时候都没有人会跟我讲话，反正我就是在我自己的世界，在我自己的世界，如果有这种有幕后花絮这种东西，你们可能会觉得我看起来很奇怪，因为很常在后台会叹气，你知道吗？但我的叹气不是那种，真的这种感觉，就是我的叹气，怎么说？叹气是为了平缓一下，平缓一下自己，就那种感觉。因为看起来我很厌气。如果有花絮这种东西，可能会想说我这个人怎么一直在叹气。叹气是为了呼吸，我的叹气是为了呼吸。真的都感觉不是吗？吸气不是就要吐气吗？但是我的吸气的吐气是叹气的那种感觉，我的吸气是那种感觉，很不像那种，不是那种吐气，我的吐气是叹气，你知道吗？然后那药你帮你打一下，可是我觉得那个没有 feel， 你知道吗？我的呼吸就是叹气，所以可能刚开始有人会问我说，为什么你要一直叹气？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跟他解释，我也没有说我是啊，觉得那种就是厌世，你知道，我就真的只是在呼吸，我真的只是在呼吸啊。所以我每次叹气的时候，我都跟他讲说，哦，我没有不开心，我只是在叹气而已。我叹气没有，我没有不开心啊，我没有不舒服，真的。那要再三的强调，心情不好，对，叹气很像心情不好，但其实跟我就是久了的人都知道，我叹气是为了呼吸，因为我有时候吃饭真的是不是说这个东西不好吃，但是我就会叹气啊，我没有办法，我就是会叹气，但就会觉得啊，怎么了吗？是不是你觉得这个东西不好吃，还是你觉得怎么样？心情不好，但我真的不是，我只是想要呼吸，我只是想要呼吸。可是我叹气是一个习惯啊，我叹气是一个习惯，没有吗？我叹气真的是一个习惯，真的。
真的我很常，我在公演应该会叹好几次气。只要我觉得，有时候我就会不知道，我想要呼吸，我就会叹气啊。像我这种，我都会觉得我没有呼吸到。真的，比如说我自我介绍结束，我一下台我就会的那种感觉，然后要上台前也是，然后上台下台的时候换衣服的时候可能也会的那种感觉。我真的是呼吸，我真的是在呼吸。没有声音，感觉没有在呼吸。没有声音，感觉没有在呼吸。真的，我要让自己有感觉我在呼吸。尤其是吃饱的时候会这样子。我时时刻刻都在叹气，真的。我时时刻刻会觉得我好像很不想要工作，很不想要上去一样。所以我每次叹气完，我都会笑一下，我怕他以为我真的心情不好。对，就是比如说姐姐在帮我穿鞋子或是怎么样的，我就会这样。然后姐姐可能就会看我一下，我就会这样。就是没有，我没有，我刚刚没有，我又不开心，要解释一下，我每次都要先解释一下。我只要感受到有人很疑问的时候，我都会就是笑一下。第一次看可能会觉得会想说他怎么了这样子，我真的只是在呼吸，但是家笑是习惯，是习惯的，是习惯，是那种感觉。亲爱的，领我的礼物。真的，我觉得经纪人姐姐应该已经习惯了。我常常会对着他，然后突然叹气，然后他每次都会一脸很疑问的看着我。他说没有，我只是叹个气而已。对着经纪人姐姐叹气，还尽力了，经纪人。摇头，没有摇头。给他也很大呀。不会，我觉得他
一个习惯了。好了，大家，我差不多要下班了。先让他弹琴。我真的很难呢，很难呢，没有办法。半小时前就说过一句话，对，我要下班。下班之后继续叹气。等下班，他不在就是很不能控制，我没有办法控制，因为你都吸了，然后不叹气不是很不舒服，要慢慢吐，很不舒服，很奇怪这样。我要吐很久，所以没有办法。今天的第十名是傅维，现在写傅维。第九名是包子，现在写包子。这个直播藏得很好，那可能只是你没有意识到，不然就是我可能叹气的时候没有特别。今天的第八名是花生，谢谢花生。第七名是Fun Play， 谢谢 Fun Play。外面节目组前面不是要比气？对，我通常会尽量啊，尽量克制一下。第六名是嗨，我是叫 Hoy， 谢谢 Hoy。谢谢第六名呼应，感觉自己没在呼吸。我有时候也会觉得我自己没有在呼吸。今天的第五名，第五名是周，谢谢周。ヘジの逆転王子様大好きで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第四名是法兰森，谢谢法兰森，谢谢法兰森。第三名是十一，谢谢十一。第二名是空叶，谢谢空叶，谢谢空叶。第一名是吉米粥，谢谢吉米粥，感谢大家的礼物，谢谢大家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晚安。明天你生日，明天生日快乐，科科小王子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大家。下一次是几号来着？下次是8月20号，晚安，晚安大家，记得去问客服。我打算去公司的时候再问客服，再问姐姐。那个还来得及写，来得及啊，来得及啊，应该在。这礼拜应该都来得及吧，只要有 tag 我应该都看得到，传小盒子应该都看得到，除非你没有 tag 我也没有传小盒子，我可能就不可能不一定看得到。最好的方法就是你的文章里面有 tag 我，或是你的照片上面有 tag 我，或是你至少有 hashtag AKB48TP。 就是这样子，大家。突然间，谢谢小安，
家人就要直播。ありがとう、おやすみ、おやすみなさい、おやすみなさい。对，那就下次见了，大家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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